小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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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石榴的甜味加奶香味，还是冰冰的口感，也太好吃了吧！气泡石榴治好啦！哇，好漂亮呀！你们是喜欢石榴牛奶冰沙呢，还是气泡石榴汁呢？噔噔噔噔，魔法雨伞、寻找有缘人。小月月，这今天又没下雨，你拿个伞干嘛呀？哼，这可是我捡到的魔法雨伞。啊？哼，什么都没有，竟然耍本小姐！小唐子，你竟敢嘲笑本公主，你赶紧给我做个魔法雨伞，小心我找你房租。哦。 给你，快试试吧！哇，小唐子不会那么跟我瞎跑吧？你先打开！哇，这也太好看了！快和本小姐玩！啊，小唐子，快救救我！小月月，来吃馒头！我再也不想吃馒头了。 哎，小月月，你这好好的馒头扔了干嘛呀？馒头有什么好吃的？本小姐吃炸鸡，吃烤串。既然你这么看不起馒头，那我就把它变成你吃不起的样子。哼，还有本小姐吃不起的东西，那你等着看好了。<笑> 当当当当！哇，我也要来一个！好，现在一块钱可不够，那得多少钱嘛？79，刷卡还是付现呀？这么贵？79还贵吗？你们觉得是他不值79呢，还是小月月没有好好攒钱呢？ 最近大家都在喝中药店的酸梅汤，小月月炒着要喝。今天我就来沉浸式教大家做三款入秋的第一杯新中式下午茶——养生局走起冬日一口包汁的苹果热橙子茶。北京银元都在喝的小吊梨汤，奶茶控必学的红糖姜撞奶。 你们最爱哪一款呢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小月月，你把你的吸管借给我吧。凭什么？好吧，我还准备给你做好吃的七彩钵钵面呢。那算了吧。哎，七彩钵钵面，你听错过了。啊，给你，等着吧，你肯定没吃过。
是森林中的布谷鸟，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。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世界太多了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，是彩虹的颜色。嗯，真好玩，这个就叫七彩铺锅面。大改本上得做十份，马上要开学了，我要带到学校去吃。还不快去做？那这些就交给你了，龙妈妈。月公主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这我得做几件呀？小唐瓷，快跟本少爷做个下午甜点吃吃，不然我就戳你。哎，萝卜刀，嘿嘿，你要是做得好呢，我就送你一个。那我给你做一个升级版的蛋塔，巨大塔。巨大塔？嗯，等着小月月，你就准备给我萝卜刀吧。好吃吗？嗯，萝卜刀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作业没做，我先走了啊。小月月，你别想赖账。阿姨，你放手。包租婆，小月月偷买。哎，别喊别喊，我给你。就小唐瓷，小唐瓷，嘿，小唐瓷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还知道吓死你了？我是幻灯，怎么给我换个声控灯啊？嘿，我妈说要节约成本，哪有你们这样节约的？那我这一晚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客人了，我找钱都找错了。哎嘿，你这不是有手机灯吗？开着呀。像这样吗？哎嘿，赶紧喊电工师傅来把灯换了吧。哦。哎嘿，小月月，去给我买瓶醋。啊？没空没空，容嬷嬷你去。哦，卖玩具啦，卖玩具啦！龙嬷嬷，这是我们新到的小蝴蝶，来一个。可是这是我给包租婆买醋剩下的钱，我没钱。这还不简单？你就说醋八块钱，你自己留两块钱跑路费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自己不应该有一点报酬吗？有道理，来一个。妈，我去买个橡皮擦。我去买点糖。我去。龙嬷嬷最近怎么怪怪的？小唐瓷，走，跟本小姐看看去。哈哈，一会儿跟小唐瓷说这个糖15块，我又可以赚5块钱咯。好你个龙嬷嬷，哼，我说你最近那么积极呢，原来都是骗我们的。月月公主，我错了，小唐瓷，我把它全部给你们。哼，我要把你送回的800年前去，我的800年前去。你们想要容嬷嬷回去吗？哇，露比也太可爱了。月月公主，月月公主。小唐瓷，快给我做个好吃的，我要拿去赢回月月公主的心。嗯，那我给你做个鹿皮的饼干吧。又是这个鹿皮，长得粉粉的，露个大白牙，像根淀粉肠，能有我这800年前的窝窝好吗？鹿皮可比你可爱多了。半山腰，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世界太多美妙。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，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。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，那是雨水的味道。青春的阳光，给，快拿去给小月月吧。都怪你！好你个嬷嬷，竟然养我奴婢！月月公主，我冤枉啊！小唐瓷，你帮我解释解释。你们说我该怎么替容嬷嬷解释呢？小，哎，小唐瓷人呢？哎呀，月月公主，小唐瓷晕倒了。唐瓷，你怎么了？快点坐。
吃的吗？头有点晕。吃的？那我也不会呀、啊。容嬷嬷，快去做。那我去做一个我自创的蛋包饭。小月月，你吃过容嬷嬷做的东西吗？没吃过呀。好了，吃吧。这啥呀？我的天哪！怎么样？看着是不是很好吃？这看着不好吃吗？